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学，现在开始上课，请大家就坐，谢谢。OK，各位同学平安，今仔是即马是最后一堂课嘛，过来就要食暗顿啊嘛哈，轻松啊讲台湾史节嘛哈，听起来好像很沉重哦，啊所以给你们看一些图片，哦啊这在1751年，一个外国人画，他画维纳斯在上厕所，啊，看我啦，不要紧了，你就看这一张就好了哈，来下一张。哎，那边呢？看有无？都加一张加一张。哎，晚到的请尽快就坐哈。阿伯，你已经错过第一张照片，第二张你看你都看无啊？为什么会有这一张跑出来？对啊，晚到的人说：“哎，这是什么状况？”哎，这抽象，这没有抽象呢。我跟你讲，这算是具象，但是是不同的观点，这还不算抽象。人家以为 Picasso 是画抽象画，你如果上我高级班，会上到艺术史节嘛哈。这算是具象，但是不同的观点。啊，那边呢？我来讲哈，这都是立体画派。立体画派都用看一行，同款一行物件，对无同款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看的时候，就变这样。比如说一杯水，我放在这啊，顶管嘛是水啊，这嘛是水啊，啊那嘛是看水啊。所以不同观点，但在同一个位置里面出现的时候，哎，请尽快就坐好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很有趣的一个图片了哈，啊，如果看不懂的话，带领的就很困难哈，不太容易了解。好啊，你在不同的观点，这就是产生不同观点，对吧？对家款跟对家款是无同款观点，所以会产生这个，啊，就开始混乱了。来，请后面的人，请先离开。我跟你讲，进来民政府哈，你们先学一个，就是规矩。俺台湾人给我嘎嘎拢无规矩啊，上课有上课规矩，吃饭有去。哎，讲到这个，我可以讲个笑话。讲到规矩哈，哎，那较早有一个咱的董兴哈，一个差不多70几岁的哈，他在住在美国加州一个算是老人的社区了哈。他老人社区那算蛮贵蛮高级的，所以你要付很多的钱啊，你就住在那边，人家负责你吃穿喝家庭弄没还乐啊，让我让赶紧传贺。哎，请赶快就坐哈，来，那吃穿喝弄没问题啊，这个台湾企业付了一大笔钱住在里面，可是最近因为中国要开始好起来了啊，有人那些钱就搬搬出来，上瘾的北部来到加州嘛，都在同一个地方，只是哦，他的生活习惯让人家很难认同，很不原来都有白人，啊嘛有亚洲人较侪。啊，有一天伊伫遐，大家拢坐遐看电视阵哦，啊，这中国来就着捧一碟碗公，啊在带饭，啊就惊出来，请来内睡衣裤，啊，来请赶快就坐，哦，穿着睡衣裤，啊就行到遮看电视安尼，猛起安尼爱食啊看电视。啊，大家就说，哎，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要不要去离开？不要在这边吃饭。啊，那个讲吴杰良个讲，啊，华裔的个讲用中文个讲，哎，不要在这边吃饭了，这边是看电视的地方。他说这边也没有写说不能吃饭呢。啊，那个台湾那个蛮厉害的，讲啊，厕所也没有不准你吃饭呢，你怎么不到厕所去？你听我意思不？哎，厕所也没有不准你去厕所吃饭，啊，你那么去厕所要惊吓？就是已经没规矩了，所以吃饭这件事四过走四过吃已经没有规矩了，哦，没特殊了，这就是我们叫人家到旁边真的没特殊了，做事情有事情的规矩嘛，在哪里像什么，一个家里也是，厨房是厨房，客厅是客厅，对不对？卧室是卧室啊，只有那个比较没有经过训练的，他哪里都可以做任何事情嘛，对不对？弄懒之后会走嘛，
一间厝就是安尼规个通铺嘛，对吧？那我们社会慢慢在发展，过去咱不是啊，咱日本帝国搞出来啊，咱出去请他有一个样子，回到家有一个样子，啊，对父母亲讲话有样子，对老师有个样子，对不对？一些规矩，这不是讲八股，这是讲一些人跟人之间互动的一些规矩，哦，我们必须要遵循。以后像我到那个，应该去美国也是一样，我们去餐厅吃饭用餐，啊，你啊，在台湾高级的餐厅哈，跟低级餐厅差不多，小孩子一样跑来跑去。招来招去对吧，啊，就没有享受高级美食的感觉嘛。啊，但在国外没有，他后餐厅不可能让你那用吵用那大声讲话都没有，啊，所以我那时候吃早餐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外国的父母亲推着小孩子进来，我说你等来看，我跟一个台湾来的说头一次出国嘛，我说外国小孩子在餐厅里也不会大吵大闹，即使是一岁两岁父母亲也教得很好，点点点在那吃饭不差。啊，那呀，台湾的餐厅套餐节早餐，嚯，哦，小孩子呢，四过种啊，啊，北部嘛无假，啊，你甲讲一下，因个怒目相视，对吧？这就是台湾呐，啊，我今嘛慢慢把你们带回那个地方，我们要回到咱本来身份跟地位，不是，我们不是被流亡难民管出来的哦。现在回到那个，然后我先不讲那个，我先来讲这个观点改变的时候，你们讲路况啊，路安呐，越不清楚，再下一章。过来，哎，这根本没法多看嘛，你是怎么看？灰气啊嘛，对吧？所以当大家有不同的观点都在一起的时候，就灰气啊。台湾人哎，对历史的观点都灰气啊。哦，我们没有史观，所以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明明改讲中华民国军队被炸啊，我没啊，我还有穿军服在街上走啊，所以你就抓到这个乱里面的一些只字片语。但是你都不存一整块的概念，没有办法哦。啊，讲是无讲这哈，哦，这就是观点的问题。到后来混乱，你就看不清楚事情。下一章，好了，事实 events 哈，哦，哎，这个是不是跑出去了？没有哈，哦，都还在里面是吗 ？OK， 事实就是 event 只有一个，但是一旦诉诸语言文字来描述的时候，就必须采取某一种观点。因此所有被写出来的历史都有观点，一旦利用语言下来的东西弄一个下一个 point of view 一个观点，哦，他不会跳来跳去一下就跳男生的观点跳女生的观点，不会，他就是一个写的人，他一个观点给他下出来，一旦被写出来就是有观点，哦啊，观点是什么？就是看事情的看法，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哦，爸爸有爸父长辈有长辈有晚辈有晚辈的观点，男生有男生的观点，女生有女生的观点，在美国的白人有白人的观点，在美国的印第安人有印第安的观点，那他的观点重不重？不一定很重要，哦，你看陈美国，美国白人就跟美国这个地方了，啊，原来住那印第安人也有他的观点，啊，你哪里来你给我侵占我，但是你如果坚持你的观点的时候，啊，现在呢并且住在保留区嘛，他遇到更强的观点进来了嘛，所以你的观点重不重要？不一定，后面还有实力嘛，对吧？所以咱过去咱台湾人现在都在用别人的观点嘛，哪一个人来统治我们，我们就用谁的观点嘛，对吧？下人给咱通敌，咱都用下人的观点来看历史，看一切的东西，从来没有办法产生自己的观点，哦，对不对？但是呢不巧的，你继续坚持你的观点，你就倒霉啊，对吧？比如说印第安人继续坚持观点，哦，拿那个矛啊、斧头啊，被跟白人对抗，搞不要怎样，消灭了嘛。你的观点不重要啊，你没有实力当基础，你的观点怎么样？对不？很现实的问题嘛。所以较早较勇的那些印第安人，基本上都没去啊，那些支派都被消灭掉了。我慢慢会跟你讲，你要考虑的不是观点的问题哦，你的观点也。不一定重要哦，哦，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嘛。你有观点 ，so what， 又怎么样？所以，当你遇到强势的观点来的时候，你要修正你的观点，对不对？开始会修正嘛，为了什么？生存下来嘛，对吧？很好，
你为了生存，你修正你的观点。但主持人也是嘛，我小时候在家里面是霸王，到了幼稚园哦，不行了，有另外一个霸王在那边，那边有一个，那我就要修正我的观点，对不对？啊，如果不修正，就被欺负了嘛。你又没有实力，又自以为是，啊，你就倒霉。所以我们从小在学会修正观点。哦，从家里你是了不起的，都出来嘿，讲别人。哦，你就一直在修正。我们从小啊，女生也是，我在家里是千金小姐啊，今晚 gay 和你那边呢，所以两个人的观点在冲突了。所以结婚的时候，谁的观点对啊？不一定嘛。啊，你要经过协调嘛，配合嘛。啊，那没哈都分开啊。啊，哪哈融合成新的观点，当做这个家庭的观点继续走下去，就像那样。女生有女生的观点，男生有男生的观点，但是互相要协调，要 give and take， 给一点让一点，来来回回，对吧？哦，他就有观点啊，不然就周遭会一个啊，你在决定观点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对方的实力，哦，我的实力啊，四周围的现实状况，要不然就是被淘汰掉了，哦，你就消失掉。下一张 ，OK， 所以咱基本上台湾人自从去用通敌了哈，对吗？那你观点被改了，被谁改？被流亡政府的人改了。他给你一个新的一套历史观点，好哩。他改变你的语言，叫你从中文来对。我今麦都被迫都要用这讲，大家听有啊。我哪用自己个大家讲，免咯，大家听不懂。所以你在语言上已经被拉到另外一个环境底下了。我用英文跟你讲，你无法都听嘛，对吧？所以只能在他的场域里面用这种语言跟你讲历史。但是我跟你说，语言本身已经限制你的史观了。这语言本身的就大限制。我今天不讲太深，过去的史观的话，我们大部分的史观都受到三个主要的事情的影响。第一个是什么？史观 is always tainted， 就是被影响或者污染 by sin, motives and self-interest。 那什么是 sin？ sin 叫做罪了，过去犯的罪，不是 crime 哈， crime 跟 sin 是不一样的罪。那又为了掩盖过去罪已经发生的事情有关，是过去的事情。OK， tips 是为了未来的动机。哎，我这个好像快没有电了，可不可以给我另外一支？啊，跟 motives 有关，未来的动机。还有一个就是 self interest， 为了当下的利益。啊，过去他比如说他已经中国人来台湾，他犯了很多罪。啊，台湾人不按照战争法来处理我们的很多事情，所以他在讲历史的时候就不爱跟你讲这个。你别干嘛惊奇吧？一九七几年以前到一九，哎，这段历史都没得讲哎，发生什么事情？哦，那很多历史不见了啊！日本时代占台湾五十年，建设那么多啊，那都没看到，课本上也没看到。哦，他就有目的哦，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带着动机嘛？他应该会过去他。对台湾人做 不正当的事情，非法的事情，虐待的事情，几百改成台，但是在他的历史里面，他扭曲改变你的史观，让你觉得干台台积波下面。所以因为要掩盖过去已经发生的罪行，还有一个 motives， 为了未来的动机。哦，比如说条约，伊刚才讲他只讲雅尔达密约，他只讲还有什么就是那个什么不同的合约啊，但是都是不爱讲旧金山合约，他故意的嘛？他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继续怎么样？有动机嘛？没给他泄给嘛？哦，所以你看不到旧金山合约，哦，只有开罗宣言。我都准备讲是开罗宣言了，你刚才被眼光开罗宣言啦，讲台北条合约啦，是讲这啊，都、就是啊，拍谁哦？你如果这些宣言都已经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请问你旧金山合约你被坑在下面位？只是宣言你都给他坑在那里管啊，你更加重要的 treaty 你被坑在那里，所以这些史观是有问题的嘛。啊，或者举个例子来讲，你看你现在高中课本国中课本的话嘛，很贵，中国历史一大堆，对不对？最近是不是高中又在修正那个，偷偷给你修正，对吧？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吧？知道的举手。他们在修正高中课程内容，哎，对对，请放下。对啊，继续啊，而且变本加厉哦。我跟你讲，这是战争犯的行为，战犯的行为，这是国际上大家认为这是犯罪的行为。你不能再走，你搞占领，第一个你不可以叫我去当兵，你不可以改我的语言，你甚至于根本不能改变我的史观啊！你把我的整个
建构全部摧毁嘛，你把过去的东西都把我抹杀掉嘛，你让我们重新建构另外根据你。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 我先不讲那么多太深、哦、再来 self interest 为了当下的利益、哦、反正就是几个。所以史观其实五郎公啊，为什么史观 我时间有限了，史观非常重要，因为你的观点会影响你的立场，你的立场会左右你的选择，你的选择会你根据你的选择你会采取行为，对不对？然后你的行为会最后怎么样决定你的命运、哦、所以台湾人你如果现在还继续还用过去说不定给你改那些史观，你会遇到很严重的问题、哦、因为它跟现在的国际现实冲突了，你只能在岛内自己接受他的训练，但是一离开台湾都不对了，因为国际上有国际法是按照真理事实的基础来建构的观点。所以那时候贵吉我出国的时候都要受训嘛，我出国留学，我几年前1980年出国，出国的时候我们到建坛受训，为什么？就是说观念思想各位混连结，说你出去你不行、哦、其实你的才是对，外面都是错的，那我可怜。所以我们留学生出国都不回来了，因为到外面一看这世界不是这个样子啊，干嘛这个岛上面是这样的，给你练给你关起来，跟你讲一种史观一样的刚好通敌啊，台湾男人里面相信以为是这样是历史啊，出去的时候哎，反正都不是这样的哦，那就有意思、哦、然后我们如果还持续用基本上、哦、外界状况改变了，台湾男如果还是维持以前中国流亡进户给你挂的观点、哦、你会很倒霉哦，因为外界环境在改变哦，你会碰到强碰，就是我刚才讲你不修正你会遇到状况哦。美军如果进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哎，安娜呢？你给我请柬，我给亚琴被他对抗美国，那就完蛋了呢。你如果认为台湾还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就代表中国人去打美国的时候，你就完蛋了呢。你观点没有改变啊，他教你是假的，反而中国人自己先绕跑，对不？自己先让杠啊，你公公的台湾继续相信他的观点。我跟你讲、哦、同样民政府这个法理论述、哦、我跟台湾人讲，台湾人搞不清楚呢，反而我跟那些流亡进户跟难民的那些人一讲，他们整个脸都苍白了，惊了啊，他也不跟我反驳，反而跟我反驳都台湾人说哪有啊，那骗人的、欸欸、你所谓的外省人跟中国人听了那几面都硬去，他说接下去怎么办，我是不是要赶快办什么移民要怎么样，都会造啊，给你骗的人很清楚嘛，他知道这观点是假的嘛，他是为了统治你虚构出来的嘛，啊，遇到真理跑出来的时候他就跑了嘛，所以你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啊，对不对？为什么军队一直取消掉，为了一个洪仲丘的案子、啊、整个军法就取消掉，还有一个代志，你照理说是说施暴的那个人抓起来按照军法审判，对吧？那我说因为这样把所有的军法都取消掉，你不觉得很荒诞吗？就好像美军如果说他里面虐待他们的士兵二等兵，刚新兵进来虐待、啊、所以把美国整个军法取消掉，不好笑，他是趁这机会把整个军法取掉，把军队取消掉，这样也要看呗，这就是发生一个 fact 在外界所发生的事实，可是台湾你如果再用过去的那个去套的话就套得莫名其妙，所以基本上整个媒体报章杂志观点都乱了嘛，他刀北吧臭都不拢，就跟我们刚才看那个图像一样嘛，灰气嘛，逻辑已经不清楚了嘛。啊，当然看不，因为我们真的还相信人家教的我们这一套。OK， 接下去会最后会决定我们的命运哦。为什么会决定命运？因为你还持那个观点的话，你就会遇到冲突。冲突的时候你要不要牺牲？就跟印第安人一样，遇到强势的进来的时候，你要不要跟他产生冲突？还维持你是这个族里面最强的战士要去打吗？我的 OK， 下一张 OK， 那现在就来了。那根据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我们看历史其实有很多的 data 资料或者一些中性的一些事实存在，那你怎么把这些事实做收集，怎么下正确判？我接下去这课是帮台湾人一定来对怎么样慢慢走出来、哦哦、好，我们很多东西 give things their proper priority， priority 就是先后顺序，Then you can have the perspective， 那你就有什么透视，你不能看透视的图的话，你那个图就看不清楚。下一张 B
比如这个啊，正常的图是这个，对不对？透视嘛，近的大嘛，远的小嘛。啊，你在门给他看清楚，讲哦，这是有景深的，你这个图才看得清楚。三个给你放一样大怎么办？乱掉了，乱掉了，因为没有轻重缓急，看不清楚事情整个完整度。啊，这个下面是什么？叫扭曲的，扭曲的优先顺序，把些特定的历史庞大加大啊，一些特定历史很小。过去就是这样，我刚才说课本翻开啊，中国历史一大堆，对吧？啊，好像其他事情都没有发生，就是你们中国在发生啊。台湾历史到哪里去啊？这就是有意的啊，改变历史的优先顺序啊，所以你就看不清楚历史啊。台湾人看历史看不清楚啊，贵给说郑成功跟你说哦，清朝做什么事，为什么一直在讲那个？而且考试都跟你练，你所有的考试里面各级考试都用这个嘞，要背他的宣传品，背他的谎言，背得越熟的人越高分，他越高分什么就得到工作，就继续再用同样东西教我们的下一代，对吧？没错吧，就是背他的宣传品，然后再教下一代嘛。历史老师不都做这件事情吗？背他们宣传品教给我们小孩子，一代传一代，继续给你通敌余孽、哦、来下一章。好了，我们既然来面政府，我们说的是法理，我们没有在用诉求你的感情，我不是在画一个图说啊，我们去追求这个目标，不是的。我们把历史的文件拿出来，历史的事实拿出来，用逻辑的思考，大家都可以了解，不用说的太复杂，不用跟欧北乱讲啊，没有讲的天花乱坠，历史事实出来就好了。所以按照法院里面现在说他也有所有的证据嘛，哈，证据有分级数。我想第一级是什么？我有分为 A、B、C。哎，这前面 A、B、C 看得到吗？我之前是上面前面是不是有 A、B、C？ 我好像左边都被切掉了，可不可以稍微往右边移一点点？哦，待会他我最上面越来越客观，越下面是越偏主观。客观是什么？科学证据，比如说基本的逻辑推理就是客观的条件啊。要不然物理性质，比如碳十四半衰期五万年，你比如说让提一个古董给你，说哎，我要卖给你这200万，啊，你说凭什么？他说啊，因为这个是古时候上古时代的东西啊，哦，差不多七八千年前埃及的宝物，所以我卖你这个价钱合理。啊，口说无凭啊，你跟他说啊，我有文件证明，黑马不算啊，最后怎么样？那可以造假嘛？那最后要怎么处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就这样子走过去好了。哎 ，controller 在这边是，没有关系。好，那最好的方法，唯一最有说服力的，谁盖章都没有用，我拿去做什么？碳十四半衰期的测试啊，我就把它年代抓出来，是不是造假还是真的还是假的？就科学证据的出来数字啊，因为碳十在照射之后，它每隔一段时间里面，它会少掉一半的原子数，所以用这个来测量这个东西到底有多久。哦，啊，不讲太多。啊，还有其他的，你看到很多证据，它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看到很多，它你就推论说这个时代，比如说恐龙，我们都挖到恐龙的化石，就以为这个时代地球上全部是这种动物，也不对啊。哦，那个推论是这种就逻辑加上它的位置大小量。还有什么氧化？比如说，哦，这个民族这时候发展开始使用铁器已经很久了，你看它氧化的时间嘛，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哈、哦，阿狗姐生物性质，待会我要讲，就 DNA。OK， 哦，这样比较好，嗯，好，就是 DNA，DNA 什么？最近因为哈、哦、科学发展越来越快了哈，过去查 DNA 要很久，现在不用了，啊、哦，你口腔这方用棉花棒这样刮一下，送到实验室，就把你的 DNA 抽出来啊，抽出来就拉 Chrome 就拉出来，啊，就用电脑分析，就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就知道，所以 DNA 可以检测他是不是你的孩子，是不是你的，很快，啊，今晚比这些更加贼哈，所以 DNA 说人是高三遍的，拍谁哈？你把 DNA 拿出来，跳袂过去，不同物种怎么过去？搞不好人跟动物或跟那个狗的距离还
近过人跟猴子的距离，哎，所以你看 DNA 熊准嘛，所以过去有人说考古里面大概一半的过去的资料都可以丢掉了，为什么？那是推论假说产生的、啊、当科学证据出现的时候它就靠边走，所以 A 级的科学证据出现的时候历史资料就靠边站，历史出现的时候文字记载越来越主观嘛，越客观东西出现接下去急速撸给的他的边缘嘛，法庭也是这样子，证据拿出来嘛，双方 A 说 A 有理， B 说 B 有理，啊不你把禁锢提出来、啊、提出来这样是科学证据的话出那种哎，都靠边站了嘛、哦、啊再来历史资料比如说考古啦文化掌握去欧洲这些东西用这个来求证、哦、啊还有讲文字记载还有推论假说，来下一章。好，我讲到 DNA 就讲到这，你们自己上网查了，这个也不是我的资料哈、哦，你上网找一个叫 Genographic Project， 这是国家地理杂志他们办的一个那个专案啊，这专案里面有一个 Dr. Spencer， 这个 Dr. Spencer 他做了一个，就是他用了差不多现在目前为止他是66万将近67万样本哦，就是全世界的人可以用那个棉花棒刮一下然后拿回来做实验，那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复制，你们也可以回去看林玛丽的那个、哦、就是人在传宗接代过程当中你的染色体你的 DNA、哦、会复制嘛，再传给下代，可是复制过程当中太多次会产生什么突变，就是配错了或有一节不见或怎么样、啊、接下去你所有的后代都跟你一样都带着这个被改变过后的 DNA 传下去，所以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找出来哦，你是对对而来的，你从哪里来的，所以最后他就把全世界人类的他们叫买个人迁徙的图画出来哦，人怎么来的，最后有人从哪里来，从非洲来了，没有想到、哦、所有的人类哦，那这样不转分布到哪里，最后弄对非洲来哦，那在哪里变化变成哪一个支派移到哪里都看得出来，所以外国人啊，咱可能没兴趣，但台湾人对的，我来讲 ，M174， 对不对啊？两个加来，对吧？埃及南部啊，印度啊，找个爪哇，印尼家，找个台湾，找个日本，找个韩国北部，朝鲜北部啊，就去中原地区。啊，在中原地区这个大这个陆块上面有多少个民族？好多、哦，我对。南方起来对吧，这条也有蒙古来的，有中亚来的，都有欧洲来的，都有，所以在那块大陆上什么人是什么是杂种，对不对，那我们是他的祖先对吧，数典忘祖是他们嘛，人是对咱家起的嘛，所以有时候说韩国人说我们是中国人祖先，中国人起到要死，你别生气啦，真的对他来，但是我们又是韩国人祖先啊，那么日本人祖先呢、啊？那基本上得讲好几万年前哦，4万5万年前已经到这啊、哦，再过几万年再慢慢搞来给去哦。所以咱是祖先呐、啊，啊，我们血统比较纯，原住民就骄傲的，咱老亲姑顶完老一回就损的，无参与一下就人家乱七八糟，因为各种人都造一下去斗争嘛。那块土地上是杂种。我们是纯的 M17 的后代，我们观点都要改，但是因为我们是住在岛上嘛，啊，但因为人数有限、啊、都是反而是被人家探索的对象嘛，那过去没有跟外界接触啊，那一旦住到这个岛上以后，水又高起来以后，我们就在这边自给自足好几万年啊，直到13世纪日本人来过来，荷兰人西班牙人来探索我们、啊、我们才开始跟外界接触嘛，所以本来台湾有没有名，那没名，文明叫什么，叫台湾吗，但母亲的名敢叫台湾，不是呢，有人说福尔摩沙对吧，也不是呢、欸、我请问你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如果这个地方敢我一个人住，我想要敢替自己后名，不需要嘛，因为我没有跟人家接触的时候我干嘛给自己取名字，是不是，所以台湾本地是没名，接下来葡萄看到台湾说哦，佛摩萨美丽的岛，这给你号叫做佛摩萨嘛。啊，后来咱在旧金山和中国人再来通知来说你台湾嘛。其实咱的母亲是摩名，但是我个人是喜欢选佛摩萨，较好听嘛。你要说台湾 Nice 后面叫 Nice 嘛 ，Japanese Vietnamese 对吧？
歹听啊。想到美国叫 American， 啊德国叫 German， 啊法国叫 French， Australian， 澳洲人，为什么？啊拢叫 Formosan， 啊嘛讲好听。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要跟外界互动了嘛，我们要替自己取个名字，福尔摩沙人非常好听，很大气，以后就叫福尔摩沙 Formosan， 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土地上已经住了几十万年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 identity 很清楚哈，没什么坏。所以呢 ，Dr. Spencer 讲了一句话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啊，最伟大的历史书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就是藏在你的血液里面的 DNA 里面，就是最伟大的历史。这个历史是没办法以个人的观点去改变，也不能编造的，马伯盖昂这样欧北乱讲也就是科学证据啊，我刚才讲第一集的证据啊，第一集的证据出来，一切都一目了然嘛，对不对？无让你中国人后边讲哦，咱的祖先对下来，更不是，你也会嘛，你的血液告诉你是谁嘛，没办法随便乱编。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历史啊？就是针对刚才中国人给咱灌输的观念，讲咱对下来，如果我们背叛他，就是要数典忘祖。我今嘛好哩，科学证据把这全部丢到一边去，你才胡说八道。我问是你的祖先，你不对我们恭敬，你才是数典忘祖，你们才是杂种，我们是纯种，不要弄错了。但是多一届头得福尔摩沙人 ，OK， 慢慢就澄清很多事情了哈。OK， 下一页。哦，啊，这时间点，这个是时间点，人类在一开始在六万年前叠加开始哈，啊，过来五万年前，你看颜色。哦，五万年前，四万年前是到这里，有没有？已经到台湾了这个地方了啊。三万、两万、一万年前 ，timetable 哦，有一个时间表啊。所以我上面就写嘛 ，the purpose chart 啊，这个 chart 的目的不是要只是做科学证据，它主要是 disprove the lie created by Chinese exile propaganda。就是我就是要 disprove， 就是反正你这个是错的嘛，你讲说我们对下来，其实在血液里面上不是嘛，好，那这不难得起劲。好，下一张。好，那其他证据也相对从当你第一级证据出来，其他都是二级三级的，比如说毛利人招来台湾啊，看完那美术馆啊，看来对讲，哎，这是我们祖先的物件嘛，那叠加哎错了，因为真的毛利人的祖先对台湾去嘛，当然你看到祖先的以为说那叠加不用怀疑，没什么怀疑，当然是从这边过去、哦、有没有？他们非常惊讶，停留了很久，他们有预期，他们预期跟卑南遗址甚至预期相同，有没有、啊、当然、啊、都对 Jackie 当然相同啊，获得证实嘛。下一张、哦、毛利人本来叫什么人，有没有？他说科学家甚至科学家发现毛利人跟台湾的原住民的DNA 是很接近，不用很接近了，就是了，都对加 key 了。现在知道了吗？当你有更 A 级的证据出来，这个都是很容易就获得证实的东西。下一张，毛利语了，是吧？所以这些的我都讲公开丢下面来，这个下一张，哎，叫福尔摩沙哈、哦，哎，不是刚刚我给1920年的时候，《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对吧？哇！Formosa 的 beautiful 美丽的福尔摩沙，对吧？啊，过去他们的纽约上的杂志讲 VD 告来轰炸哪里 ？Tons of explosive for Formosa， 有没有用台湾？没嘛？哦，福尔摩沙嘛，哦，人过去国外杂志啊、报章杂志、新闻都是用福尔摩沙嘛。下一张 ，San Francisco 条约上面什么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哦 ，Pescadores 就是澎湖了啊，福尔摩沙嘛，对，条约里面也用这个字嘛，正式的名字叫 Formosa。OK， 好，下一张，好啦，被抓到贼窝的王子，在发现自己真正的身世以后，怎样你家己是啥人啊？哈，怎样哈？你叫用掠去擦拉骨的，不光是贼窝，我跟你讲，讲啊，讲彻底，你叫鬼掠去啊，不是叫人掠去。叫鬼掠去，想当讲鬼，哎，死掉的政权不是鬼是什么？国民党是不是死掉的政权？是啊，你已经被 exile 嘛，流亡政府的去，你死，你已经没有土地，你不是死掉，你不是鬼是什么？可是鬼喜欢什么？附在人身上嘛，对吧？我啊，公有加个公姐告诉，贵体哈，在圣经上有一个故事，叫做有一个地方叫格拉森，
葛拉森这个地方什么是天然的石灰岩洞，因为石灰岩地形那细龟那种坑，他想说哎，这个很方便啊，那就不用挖坟墓了，有洞我就把尸体丢下去，人死了以后薄薄的带来的，所以那地方久而久之就变成很有名的坟场啊，坟场可能那些有的没有很多啦、哦啊、所以里面就有一个村子里面住的人叫鬼附身啊，因为都起笑嘛，笑笑嘛啊，那就四鬼走，空无有力啊，村子的人怕说他乱事情，所以用铁链把他绑住啊，就没想到他一下就挣脱啊，全身光溜溜，每天就在坟堆里面跑来跑去呼喊乱叫啊，耶稣来了就说哎、欸啊、这个人看到耶稣来了说哦，那鬼就把他弄到耶稣前面跪下来说，永生上帝的儿子，我时间都没搞了，你怎么就来了，难不成我现在就要下地狱吗？耶稣说你这个人，你这个、哦、从这个人身上出去好不好？之前亚瑟问他一个说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人坐一下起笑啊，看到亚瑟点起来，但是回答名字的时候他说我叫群，群是什么意思，一群、啊、就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了啊，自己讲不出自己的名字，是鬼替他回答，我叫群，要惊死对吧、啊、大家人也赶快嘛啊、后来耶稣说你从这个人身上出去啊，于是这一几千个鬼就对于新冠照出去附在猪身上，猪就冲到海里面淹死啊，这个人就恢复理智，他、啊、就慢慢讲出自己叫什么名字啊，把衣服穿起来恢复正常，而且圣经上的一个故事了。我现在就说台湾人也是同样，我们过去被鬼附身嘛，所以人们说你叫什么名，我叫中国人对吧，我叫支那人，我是中国第一、哦啊、不仅这样子，我还冲到联合国说我告诉你我是中国人对吧，还拿野鸡啊就入联合国嘛，一次还不够还闯好几次，让动作的一起笑，当然人家不会理你啊，连陪都没给你看，因为你笑嘛，你被鬼附身了嘛，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嘛，啊，都没有身体他就附着在台湾，他想就地合法化嘛，就是要给台湾加开嘛，他透过占领想趁机把台湾给夹起来嘛，所以他尬死你中台湾人说你中国人，秘书长不是说三阶段吗，第一阶段你是日本人，第二个你是中国人，第三阶段是什么，他是台湾人，变成这样逐步要进来台湾把你同化掉、欸、现在要种族屠杀、哦、没真正台人、欸、他就大量的人口进来把你就不见了啊，台湾人不知道呢，我们这个种会被灭掉的，你敢知啊？过去吼、哦，咱去用，哎、欸，这个不是我们选的哈、哦。过去咱父母亲那一代，师兄跟咱讲，卖叫外姓人哦，卖娶外姓人。我跟你讲哦，那个是即将被灭掉的人，最从心里面底层的一个，要保留你的后代唯一的方法，只能这样讲而已。人家几百万的那个中国难民，跟他的军队几百台湾准，啊，你要怎样？每天给你统治，你唯一能够讲的只能说对你的孩子好生说不可以跟你到顶、啊、不然去南去，去南去就没了，你就没有立场在为台湾这个地方讲什么话了、哦、我们都中国人、哦哦、有什么好内讧弄给吃起来，是这样子，你要保留你 M174 后代的种，连这都没去就完蛋了，你根本就你不是个角色了，你没有一个 identity 出来了，为什么跟你讲这个很重要，台湾人听不啊，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怎么办，把鬼赶好走啊，那怎么样把鬼赶走，耶稣就是真理嘛，所以真理出现就把鬼赶走了，对这样出来什么是真理，法理嘛，法理就告诉你台湾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啊，因为战争的关系人家把掉的嘛，被流亡政府，人家说他美国还不是亲自占领，派一个流亡政府来管你呢，啊，伊个甲你通敌过来洗脑嘞，想办法把你就地化，包括民进党嘛是赶快呢。他里面不是讲什么？台湾已经是个主权独立国，他名字在中华民国，那不就是要做在地合法化吗？民进动荡是台湾人的进动，你做的代志是对付台湾人的事情呢，是帮着外面的人欺负家里的人呢。那是中国人，不是哎、欸。好，下一章，不想讲太多了。Reason 这个人叫什么，托尔斯泰啦、哦、他到五十岁的时候五十岁的时候开始想这个事情、哎、我想到他可能是中年危机、啊、
他说 我每天这样忙忙碌碌没人沏茶、啊、到底是忙什么。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我其实在对台湾人里面另外一种 我今天的课程大部分都针对台湾，为什么是叫解码？因为你看不是的，我很多人、哦、我跟他讲台湾法理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啊？明天很忙啊，我还要去上班呢、哦啊、再说再说、哎、我有什么、哦、我小孩子要联考了，没时间来，每天就忙他的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买东西啦、哦、就忙这个东西、啊、真正跟他身份有关的时候他不 care。那我要讲托尔斯泰说他五十岁也遇到同样问题，他说我每天在辛苦在忙，到底在忙什么？他就回来问这个问题，那这个这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等到五十岁才去想这个问题啊？之前我在做什么？台湾朗玛系每天就在忙嘛。那我待会慢慢解这个、哦、以前有一个希腊神话叫西西弗斯，我很喜欢讲故事的，蛮好听的嘛、哦、西西弗斯是一个很奸诈的人，但是又很极端聪明，爱太聪明到一个地步、哦、他就在世界上，他活在世界上的时候累积了很多财富，很好的、啊、你好的了人家最怕什么？有钱人最怕什么？怕死嘛，对吧？死了就不能享受了，所以他想活很久嘛。所以等到那个阎罗王，不知道那希腊神话里面就是那个、啊、冥王要、哦、来抓他的灵魂的时候，魔鬼要来抓他灵魂的时候，他就骗他，骗到后来连那个地狱的这个冥王自己也上手铐，呵呵，被绑起来，被自己把自己关起来，太巧了嘛，他骗他嘛、啊、以至于暂时地狱就关门了，就没得修人了、哦啊、这件事情让 天皇这个就很生气了、哦、这个宇宙宙斯就很生气了，就罚他说，他就罚他是做什么？去爬一座山，从下面推一个圆的石头，推推推推推推到山顶，这是他的在地狱里面的任务，每天就这样推推推啊，推到快到山顶的时候，那石头自己就滚下来，所以他第二天开始又要继续推推推推推推，快到顶的时候又滚下来，鬼戏狼的做就跟他一起 啊不是，他以后有没有上面鬼戏狼，他就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努力在做但是得不到你要的东西，每天都在忙很辛苦但是达不到目的啊，这个打完赶快嘛，你每天辛苦上班什么，但是为了什么？告诉我为了什么？ For what purpose？ 哦，我这样举例，不要101有一个，比如说我要去救博营也行李郎啊，我郎公，哎，明天约你在101前面见面，好朋友要约啊，我一定问说，要干嘛？要冲一下，对不对？要不然我去那边干嘛？你总要讲的，他如果不跟我讲，我就不去了嘛，因为你不告诉我理由嘛。可是那的人生却是这样的。你人生在忙，可是你都不晓得理由在哪里啊！台湾人在无营是无营，想为了被赚钱，所以才缴税给流亡政府的，然后让他继续剥削我们嘛？你会想清楚整件事情，忙忙碌碌所忙为何？台湾人要开始想这个事情哦。好，下一章存在感。好，我现在讲另外一个概念，有一个 baby 刚出生。拿出洗料、啊、小孩子刚出生怎么知道自己？透过妈妈嘛，妈妈喂你奶嘛，啊，每天就哎，小孩子看不了多远，对不对？妈妈喂奶，每天把都腰都耗耗的，妈的，嗯，都夹，嗯，对不对？然后就吃饱，就很高兴，啊、哭，妈妈就给他秀，对吧？正常 baby 是这样长大的嘛，那你就慢慢知道说，哎，有妈妈，有我，有互动，我开始有自己的存在感。接下去，弟弟妹妹来跟你玩。哦、爸爸来跟你玩，你的观点，我就回到这样，观点开始改变嘛，你开始建构自己的存在感嘛，啊，存在感被呵护好的小孩子怎么样？存在感就很强啊，存在感强的小孩子怎么样？学习力强啊，学习力强以后的实力就强啊，实力强到社会里面就很有竞争力，对不对？对不对？就越来越强嘛。啊，如果在这时候发生问题的，比如说我是 baby， 好，啪，搞圣洁吹背，搞屌吹背。那是什么状况，对不对？你会觉得怀疑嘛，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就那 baby 就被虐待嘛，因为他在建构他自己的存在感的时候被否定嘛。 我举例子，我以前、哦、经常到育幼院带小孩子、哦、玩游戏啊，办很多活动给他糖果吃，可是总是有一两个小孩子是躲在桌子底下不要跑出来的、哦、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受虐儿，都是小时候一出生就是受虐，
受虐，所以他没有自信心，也不希望人家知道他，所以他存在感很弱很低，就当作我没有看见啊，嘴巴继续吃糖哦，他正常的功能都一样，可是就是不希望人家知道他存在。过去台湾人也是这样，我是台湾人，啪，我是台湾人，啪，对不？是不是在你建构你自己的存在感的时候，你被否定嘛？不仅否定，还给你套另外一个名字给你嘛？所以他那种受虐儿啊，我们 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在内，都是受虐儿倾向，我们的个性里面都像受虐儿嘛，不希望人家知道我存在嘛，当作我不存在，也不敢跟人家竞争嘛。啊，看到一个中国人，都好像矮一级，这是我们自己选的吗？抱歉，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战败嘛，咱战败嘛，我们战败，所以被蹂虐了三代嘛，被虐待了三代了。我们会让他继续下去吗？当然不会啊。现在有一个逃跑的机会，就是法理嘛，知道吗？我们慢慢建构我们的存在感。我讲讲到存在感哈，一开始个人的存在感，再来慢慢建构家庭的存在感，再越来越大，撸给撸多什么部落的存在感。所以以前部落跟部落为了什么？为了水的水源啊，或者为了土地啊，竞争的时候才开始会竞争，对不对？部落跟部落之间会做什么？会抬来抬去，对不对？啊，我如果把对方征服了，土地就是我的，追管嘛是我的，就撸来撸给撸多嘛。啊，那些人不是被赶走，就全部被杀光嘛，对吧？以前部落跟部落，我打赢你，你就把你赶走，要不然就把你杀光。可是后来发觉不对嘞，啊，我那如果把这个部落人全部杀光，那个土地变那么大，我还是要派人去种啊，嘛是要竞走啊，竞走料在我们给他加嘛，啊，我把你杀光没有好处嘛，所以他做什么事情？我把你的酋长头砍下来，挂在村子上面悬吊示警。第二个，把你们可以会跟我打架的吼，较歹哦，较有力的吼，较巧拢抬死，对不对？啊，留什么？留老弱妇孺在那边继续给我竞走，啊，时间到我就给你抽税抽回来。哎，这是后来的啊，演变战争演变到后来不用杀，全部杀光都是安内处理啊。所以那些人我给他取个名叫什么？资源回收人。你本来是垃圾嘛，啊，基本上把你资源回收回来嘛。啊，看在咱台湾人是嘛？也是一样嘛，我们的精英228都给他抬掉了，有指名的给他抬掉啊，要不然后来比较巧都出国都不回来了，都移民去了啊。村里讲我们这些老弱妇孺在台湾嘛，啊，我们就乖乖做老弱妇孺该做的事情，是吧？每天努力的上班，对不对？竞争，然后赚了钱以后缴税，就交给他来统治我们啊，他都没做事情。哎，我们隔壁就有一个跟我们一样啊，叫做香港，不是吗？也是资源回收城市啊。他以前就被英国统治嘛，啊，英国人也懒得管你，就派几个人管你啊，你就一直在那边运作嘛。香港就赚很多钱，那他总督时间到了就来抽税啊，得叫的话，对，出出来利息，你时间搞那块钱抽来的话嘛，就是啊，现在换成中国来了，啊，本来就是伊买收入等哎，所以他会讲什么话？舞照跳。马照跑，对不对？啊，只要时间到，把钱交回中央，这样就好了。对，他叫资源回收城市。资源回收城市的人没想太多啦，不会想太多，他只是想到每天上班，叫我刚才讲吃饭、睡觉、跳舞，对不对？不，唱歌、跳舞，然后买东东嘛，就买东西嘛。这就是你的人生啊！啊，就是跟推那个石头的人一直做这件事情一样嘛。就资源回收，回收人有资源回收人的 mentality。心态、想法、生活方式、思考方式。所以我当我这些事情跟那些人讲的时候，他们用这个理由来搪塞我，他没有跟我辩，因为也没什么辩嘛，我事实讲出来，没，所以他就做一个决策，然后他就不理你，他说啊，算了，不跟你讲，他就继续过他的生活，就资源回收人，典型的资源回收人，就看黄色小鸭嘛。资源回收人是什么？他的组织是谁？资源回收人的记忆力很短哦，多短？有人可以说吗？资源回收人的记忆有多短？有多长啊？阿力贡，资源回收人的时间有多长？你讲不准。我看媒体弄多长就多长。洪作秋的案子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塑化剂一个月就是一个月。他的组织就是媒体，媒体宣布什么他们就跟着动，叫你上街抗议，就是上街抗议。就是这样啊，
资源回收人的组织就是媒体啊，所以他们用媒体来掌控这些人的行为思考啊。新闻不见了你就忘记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说资源回收人的记忆力有多长，只有媒体说多长就是多长，因为所有人是这样，叫你去买什么你都去买什么，对不对？哦，现在最流行是这种鞋子哦，现在流行这个牌子的衣服啊，大家都去买啊，啊，努力去上班赚钱来买这个东西啊，啊，时间到税又抽回那边，哦，我们要国赔，是谁赔？你们大家赔嘛，最后还是你的钱出来赔的啊，哦，银行倒了怎么办？谁赔？国家赔啊，都、就是领导来赔，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继续过他人，因为他是统治者啊，啊，你是资源回收人啊，会了吗？了解了吗？台湾人知道了吗？还要继续各位走了去啊？哎，来家都不简单啊，来下一张。好啦，过去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跟你讲要为了什么征战，对不对？民进党我跟你说一定要乱乱，我跟你说现在都不是了，以前为了 DNA， 比如说你是哪一种人哦啊，为了文化去打仗，有人为了姓氏，看到什么福州什么漳州泉州，我是泉州的人，你是漳州，你是客人，我跟你说都不是啦，你们是北部族，你是 M174 的后代，然后自以为是泉州人，自以为是漳州人，自以为是客家人，其实都不是都同一种人，但是人家这样给你分化嘛，把你分类嘛，这样给你打嘛，对吧？哪有说随便来几个男生帮你撒个精子你都变成他的人？第一代这个男生没几个人来台湾跟娶北部族太太嘛，啊，第二代，第一代二分之一，第二代四分之一，第三代那没几个嘛，所以真正在我们的血液是什么？是 M174 的后代嘛， majority 是这个嘛，主要的血液是这样，是曾经有过他精子撒过来，但是不这表示你就变他的人了。所以以前中国人来统治台湾用三种方法，哪三种方法？用宗教嘛，叫你拜爷神嘛，第二语言嘛，讲爷威嘛，啊，第三个啥啊？不，那是手段呐、啊。我今嘛是讲用什么理由啊？第三个就是姓氏嘛，姓嘛。你姓外林啊，你都替林去相拍嘛，就是安尼啊。他用姓氏庙叫你拜爷神，啊，讲爷威，啊，你就变客人，啊，你就你泉州的跟小漳州相拍，啊，就客人跟厦门相拍，没笑哎。啊，我们都同一种人，被他这样玩，是不是？所以是统治者对你是很简单的呢，真正免该用多用情的。啊，你给你分化就好啊，你就几个把你分类啊，还有一个高山族的，他最讨厌高山族，因为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好了，最后全世界都为很多理由打仗，我刚才讲生存战争是残酷的，但是到最后以法律来解决。好、啊、下一章我们时间 我走快一点。你看西班牙国家法院是就要根据普遍管辖原则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李鹏五名中国前任高官发出逮捕令，理由是这五人涉嫌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啊、这使得江泽民如果走访国外可能遭到逮捕，中国官员则强硬回呛，哪个国家受理此事将是自取其辱，有胆就来吧。哎，哇，哎，西班牙是很强的国家吗？啊，怎么敢对中国这样呛声啊？中国被这样呛了之后，那、啊、为什么是这样讲？后大都来，好像那种小偷去给警察化工，后大你有阿弟啊，那不很好笑吗？照理说他应该怎么样禁运嘛，对不对？哦，以后你的东西不能卖来中国了，中国也不准买你的东西，对，照理说应该这样子，他为什么不敢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是欧盟嘛，他是欧洲是一个共同体嘛，你不敢惹他的嘛。我刚才讲，刚才那个部落不是路给路多嘛，本来是部落形式，后来变什么国家嘛，后来变邦联嘛，像大英国旗就是一个大，你不敢打英国任何一个国家，一打的话整个大英国旗都出现了，怎么打？是不是？同样的你去惹西班牙，接下去怎么办？整个欧盟啊，是不是？那指的名就喊你说，哎，他这个是全世界叫做种族灭绝呢，台湾人刚怎样是种族灭绝，你的种族都被灭绝了，他现在不用杀你人，他叫大量人以对西藏的做赶快台积啊，大量人到西藏，害得西藏人他不要跑掉呢，都要招一个印度呢，维持他的种呢，啊，我西藏人就是你还懂得保护动物哦，说哦这个种快没有了，我们把它留几个让它重新繁殖，哎，你对人怎么这样子呢？
你中国你敢对什么熊猫这样子保护，你怎么不对西藏人这样保护？你为什么把西藏人灭掉？为什么要让西藏人消失掉？啊，台湾呢？台湾的 M174 后代会被灭掉呢？你看怎样？人家对我们在做种族屠杀的事情，你看怎样？来下一张。好啦，讲一下这哈、哦，我跟很多人讲，95%的人都不 care。我跟这个 chat 哈、哦、是全世界大部分是资源回收人，95%。啊，你们是主要的，最后面那个精英呢、啊，会来这边，就是听到这消息有回应的人，都不是一般人，已经有判断能力了。哦，你们听到消息会 collect， 会收集，会建构，然后对四周的环境提出挑战，重新再站稳你的脚步。所以这样子，哦，就不占资源回收人加议题关系的95%。哦，真正参与不到5%。所以我们是政治精英哦，跟行动派来主导全体。所以你都有一关听不会、哦、算了啦，跟秘书长讲放弃，下一个你不会洗干盖一样呢，人家反过来咬你哦，对不对？那都没该给够嘛，那你听不再见，下一个，对不对？只有5%，别欢乐哦，下一个啊，再下一张，我这时间继续走哦。那这个身为送给赏押人士了哈、哦，生来为奴隶的人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哈、哦，没有史观更不需要传承，因为对于奴隶而言也没有什么好引以为傲、值得纪念的事。奴隶不需要计划未来，未来掌握在主人手中。连抬起头都不敢的奴隶如何往前看？因为手中捧的一口饭就是活下去的理由。所以奴隶总告诫他们的后代说：“想要这边创啥，会当好过上实在，对不对？可以最实在哈、哦。”小心，如果把他面前摆的那一碗馊饭拿走，换成一盘龙虾海鲜开胃菜，加上一瓶香槟酒，他会拼着老命冲过来咬断你的手。真的呢，你真正给他讲法律回来咬你，现在不就是吗？网络上攻击啊，说你诈骗了那么多这点人啊，我给他讲陈述事实啊，你用一个情绪性的谩骂，那都没意思啊。啊，那关就是我刚才讲的资源回收人士啊。来下一章。所以今天的课主要是在时间上拉长你的史观哦，你习惯框下几万年哦，不会被它锁在那几百年之内哦。哦，从空间上，从不同的观点来看哦，从 ME74 的生存角度决定你的观察角度，从海岛立场看台湾，天上海底下那是海中的生物呢，四面环海，那些怎么会变成陆地观点？海是我们的家呢，啊，历史解码如何？接下去你怎么看手边的资料？如果错误的认知会替福尔摩沙带来无止境的灾难。哎，台湾人今生性很善良，所以说啊，人已经来啊，都给他接纳嘛，傻瓜，真的是傻瓜啊！中国人都来啊，都给他接纳，你们再来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说为什么不能娶你所谓的外省籍中国人？就是你可以嫁给日本人，你可以嫁给韩国人，你可以嫁给美国人，你嫁给非洲人都可以，就是不能嫁给中国人。为什么？他对你的土地有野心嘛？我刚才讲的其他国家对台湾这块土地没有野心，跟他阴嘛，所以你就针对他不能有跟他有什么关系嘛？他是透过人大量来改变，就改变你嘛，改变你的人口结构嘛？啊，其他人不会啊。日本来台湾那么多年，50年，35万人年了，他不是要改变你的结构，他保护你啊。上在国外南来啊，我们是被该南吗？他还是有他的人，我们的是大日本帝国台湾，大日本帝国日本嘛，合意嘛，本岛意嘛，不赶快呢呀？他保留你自己是谁嘛？啊，过抓之后也有他的特性嘛，有特殊性嘛。来下接下去，哦，这时间这是60000年啊，这是1000年啊，这1624年西班牙荷兰人哈、哦，东尼奥大清帝国大日本，下一章，哦，啊，支那人里面。他们以前支那100多年，他怎么看台湾？3年一小反，5年一大反。为什么会反？你统治我们，在凌虐我们，所以我们会反嘛？你不好好跟人通敌嘛？那、啊、接下去，好，这就反正那时候来台湾人不多了。我这文章是这样，来，我因为只有半个小时，再接下来，哦，以前割让台湾，这不是很好笑吗？右半边2/3不是他的土地，对吧？你有没有听过说郑成功占台湾？你知道他的领地多少？就这么大了，
这叫郑成功占台湾了、啊，不是很好笑吗？所以我现在加上其他观点，他的历史是给扭曲。你以为整个台湾被他占？没啦，郑成功在落贵野狼，又再掉占台湾，不可能嘛？他就这么大了啊！你这个叫东尼王国，那不很好笑吗？所以你现在史观重新修正了嘛？我给你一个地理上的位置，让你重新修正你过去以为的历史嘛？啊，贵几金泽丹的书一大堆，在房间里都买得到嘛？郑成功做了什么事情？对台做什么？没啦，刚刚遐大了，那就做个对。大部分这边是荷兰，上面西班牙，这边是大都王国了，你出不了，出不去了，你也不会摘掉了。来，接下去，哦，这是荷兰人，这是法国人画的，1735年的台湾，右半边怎么不见了？不是了，高沙族在住的，不是他在统治的。来，下一张，好，下一张，好，那我现在就补上你们 missing part。我们过去不见的那段历史在哪里？我补一段日本的在台湾的历史、哦、大日本帝国在台湾，在台湾一共这么多代的总督，第一代华山之际，我就很快念给大家听、哦、待会会有照片还有影片给你们看、哦、来，第一个民政转军政转民政，领台善后，租税减免预告，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确立，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开始创始，评议会这很重要、哦、以后我有空跟你们讲这个、哦，司法制度确立，地方法院、复审法院、高等法院、警察制度、理番政策、医院设置、阿片制度、教育制度、邮便电信实施、定期航路开始、度量衡改正、财政金融制度、旧税制改正、大阪中立银行进出。哎，陶吉尼亚第一代总督，明治29年第二代总督桂太郎，这个就是左边就是华山之际的照片哦，这是桂太郎，这是乃木希典将军，儿玉元太郎就不赢，所以那时候就叫后藤新平来替他管哦，奥多新贝就这个、哦、第二代临时法院，那个时候只是6月到10月几个月之内啊，地租规则实施，政治犯临时法院，台湾公医制度创始，国语学校预备，明治29年三段警备法，阿片渐进，阿片渐进、哦就是、他先专卖，专卖渐渐就让你少吃，就最后就不要吃，因为台湾人那时候受清朝影响，要大量假鸦片，所以很不好的习惯他要改变。那教育制度扩充，民事调停诉讼调停，医院设置，台湾身上规制制定，新高山就是南京马港叫玉山，其实叫新高山了。为什么叫新高山？因为日本发现还比富士山还高，叫新高山了。那获得台湾总督府颁授勋章1000余名台湾人的简要记的传记、哦明治30年1898年就这个、哦、警察司狱官养成机关设置，保甲制度，水土地水利地级调查，大小诸权地方规制制定，基隆高雄主港，那时候开始告基隆港高雄港，全岛道路铁路设置、哦、病院便衣十间、哦、总督府医学学校，有医院要医生嘛、哦、都有，台湾银行创立，财政20年计划，财政独立计划预定，明治38年完成，好，今天30年7年之内完成，离灾救助基金公布实施，祭祀工业确定，缠足把卡啦，啊、哦，就是我那骂把卡，你得怎样过规划哈？糖业政策确立，台湾神社创建，学校准备，台湾教育会设立，然后卫生设施，樟脑炎烟草专卖制度，等等等，南资文化，南资日本人台湾籍民学校户口调查，来下一张。明治39年第五代总督左久间左马太、哦、他、哦、到大正5年李藩事业5年讨伐、哦、就是慢慢把右半边攻了，李藩几个季不是右半边不是他的吗？他就问找美国来攻啊，那怎么办、啊、右边不是大清帝国把你刮了，那、啊、怎么处理？所以他就问美国，因为美国以前有对付印第安人经验嘛，印第安美国的解释说他们是部落形式，所以把他征服就可以，所以日本人就花了10年时间，首先是派他的贵族跟我们这边的原住高沙族的贵族通婚，通婚就是把你的就土地慢慢取得嘛，那你不愿意通婚的人怎么样就爬嘛，啊你就愿意顺服，就有顺藩跟他打的嘛，那最后10年之后把统治就真正建构台湾主权，整个全岛主权是日本人的时候建立的，那时候台湾才是一个一整个整体的主权建构起来，日本人的时候建构起来哦，来，中央研究所开设，化学部、卫生部，哦，
内地农业移民开始，农会设立，台北市街道下水道，哎，这是1906年做的事情，街道下水道1906年下水道，哎，就是有卫生下水道跟不是分开的呢，所以是非常先进的一个都市计划规划。我们当中如果做这种比较行政工作，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意义，非常深的。阿里山开采造林事业，博物馆开设，松山疗养院，它不是只是 砍树，它是造林。我那时候 你去比较同一段时间日本在南部的那些岛上面，包括亚库西马那个岛，你都可以看他们有些政策 policy 是怎么砍树，怎么再种回去的。再来1915年有这些事件，临时户口调查，然后开始厦门博爱医院，有没有看到？然后1918年台电，台湾电力株式会社设立，日你们自己看，日月潭水利电气事业计划，台湾教育令公布实施，学校体系化，建立华南的银行，台北商专的台北高等商业学校设立，有没有？纵贯铁道中部海岸线通干，中部海岸线开通哦。1919年一视同仁同化政策，内地延长，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内地，我们的内地是在日本啊，我们是本岛人啊。洪多进啊，台湾教育令公布实施，差别教育撤废，就开始没有所谓的内地跟台湾的差别，就是差别教育废除啊。共学制实施，江南大郡起工 ，OK。地方自治确立，户籍令胎行废止，中央研究院各实验所统合。这边有什么？皇太子殿下台湾行。好，来下一张。那时候皇太子殿下啊，这个就是皇太子殿下来的时候的总督，叫做田健治郎，他有个日记，日记里面最后一段他讲到什么？台湾思想之恶化，盖系在东京学生辈，在台不过数人，特单再多少，请社会主义，应该社会主义啦，未到危险程度，一般人民及其忠实顺良，感一视同仁圣恩，绝无危险之余。就是天皇被来台湾视察啊，有的人讲买卖这就乱呢啊，结果伊讲没，总督说不会啊，大部分台湾人都是很顺服的啊，是少数在东京那边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那些台湾人被来乱的呀、啊。我们接下来看下一章，你看他绝对顺民，嘿，一准的台湾人啊，有出国到美国去留学的一部分，这个叫黄朝琴呢、啊。爱引爆了，这叫杜聪明、啊哦、我跟你讲、哦、那时候女生穿的衣服都比在座的女士高档、哦、你看她的那个，你看她的链子，看她的开口，那是很 fashion 的，我看是巴黎时装、啊哦、你看杜聪明引导、哦、台大医院的、哦、好像第一任的那个什么院长、哦、原院长还是什么，我们在，然后这就是我的亲戚了哈，我爸爸的那个舅舅辈的哈，啊那时候留，他们是留，他是留哥伦比亚大学了，正好 U of Illinois 了，啊这个有的也到 U Penn 过了，哎更有趣的是什么？我后来我也在宾大哈，那我宾大的时候我看我的住址，他居然离我两间而已，很奇怪的感觉，那以后再讲哈，下一章，你看他们的同学录有没有？那阵的台湾人讲。1922年的时候，就是一几年二几年的时候，就已经留学欧美了嘞，应该澳洲去美国去留学了嘞，都讲还是台湾人嘞。过去我们丑化那台湾人，那台湾人是过去我可以看的相片一个样子，是帝国的臣民嘞，是很有气质。我们再回到上一张看看，来，谁回到上一张看看？哎，对啊，你看，你不要丑化台湾人哦，你弄错，是你们流亡政府的人才是。哦、来下一张，来，哦，这是有各个大学，他留学哪个大学有没有？在美国的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什么不同学校嘛，巴黎大学嘛，哦，这些。来下一张，后来是，来再下一张，哦，后来是黄朝琴这些人哦，后来变成半山，他就是他去加入国民党，后来反抗日本的统治，在法理上这已经是大日本帝国的土地了。但是贵几爹清朝那时候得到好处的人啊，透过留学还搞社会主义啊，加入国民党啊，登来台湾的这边闹，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那时候讲台湾人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的是伊啊，啊那时候美国人哦，你讲你台中国人真好啊，就给你这样处理啊。我以后再补这一段历史哈、啊。
所以西方国家对日本好，再跳，我今天时间不够，来跳。啊，杜鲁门观，他说他们一家都是贼啊，这是杜鲁门总统观点。来下一张，我们直接看照片好了，看日本时代照片好了。来，好，他贵己1895年之前，清朝统治的台湾县内了啊，起城起庙，给你抽税，啊，设衙门都是安内。来下一张，安内。再来下一张，哦，拢起城起庙。来下一张，好，马偕那时候来台湾，马偕是加拿大人，后来来台湾宣教哈，马偕医院啊，黑马街哦，他是在 Princeton 念神学院，后来来台湾，第一间住的，他叫皇后旅馆，一尊叫皇后旅馆，长这样子。来下一张，哦，马街长胡子、大胡子之类啊，下一张，跳，啊，跟台湾搬吹气哈，那时候卫生条件非常恶劣、糟糕哈。下一张，呀，台湾那时候平均寿命35岁呢，三大国会了，有没有很高兴你们活过35啊？来下一张，下一张，我们走快一点了，我们想办法看照，照不再走再走，我没有多偷时间，直接看照片好了。哎，先看照片，没有啊，你就回到外面去找照片，我有一连串的其他另外一个档案里面的外面照片。嗯，不好意思啊，你帮我找回到我那个 folder， 我以前旧的 folder 没有在这边吗？来，我给你，来这段讲一些其他的哈。哎，那是谁的手机？来关一下，不好意思，你就对，还是谁？翻到的时候就把照片拿出来给我。好，先不假讲到那个台湾人的哈，在日本统治底下哈，我都讲这种皇朝锦衣顶囊哈。其实那时候你也记得咱北部都很怀念那段时间，因为台湾人对咱的通敌是让我们越来越好。可是以前中国人来这边是给你剥削的，态度跟做的方法都不一样，他不是真的要把这地方变成他的领土。你看我刚才给你看一连串的政策哈，日本人做的那个是大帝国的架构哦，他设港口，我跟你讲哦，那时候甚至于台湾跟日本之间还地下电缆都已经拉好了，地下电缆哦，1900几年、二几年的时候已经拉到地下电缆，直接通电话哦，黑黑时代下那哦 ，OK， 这是西江重道，那时候来台湾来扎基，来下再走，哦，哎，我是有其他的照片，有下面有都有写名字，你慢慢在那边找那个，我有另外一个档案里面都有名字的，他这个顺序有点奇怪。哦，你就慢慢帮我找，就是我每一张照片都下面会写一个名字的那个档案。这个是什么？他们在我们高差组在做什么？你知道？啊，丰年祭啊！你知道他那个妇女在那边跳舞，对不对？啊，跳舞的时候他的手上拿了什么？狼桃啊！这一颗一颗是人头啊！这边有小朋友，对不对？大家很高兴，结果这个是人头。人头啊，狼桃啊，剁起来就出草啊，很可怕哦，很高兴在那边跳舞哦。来下一张，出草的这些，所以一群日本来的时候，你别再给我讲剁狼桃啦，啊，就训练他们做一些事情啊。所以那时候那个军官在那边，那他们在这边哦，训练说别再乱。好，下一张，你有没有找到？每一张照片下面都会写。哦，他就改变某一部分的人啊，就训练他怎么用枪。哦，已经顺番就会教这个。下一张。哦，这是高沙组的，漂亮哈，很卡哇伊的两个姐妹，被照下来。下一张，我们走快一点。啊，这个，高，这些好像很好看的照片哈，大家排排坐，有军官，日本军官啊，高沙组的酋长，你看每一个人前面放的是什么？都是人头啊。吓死你哦，那几条几条都是狼头啊，有没有被吓到？那几条都出草的狼头，怕死，很奇怪的照片。来下一张，哦啊，所以日本人洗身躯都怕了，洗澡洗到一半会不会剁掉啊？所以他就警卫，你看警察在试，不是警察，那个军人在旁边也保护他们。来下一张，我走快一点，
那这个就是那时候日本对高差族实施教育嘛，啊，他们那个不喜欢，他们就冲到学校里面把小孩子全部杀掉，老师全部杀掉，啊，所以这一群小孩子是当初哈、哦、有个日本老师把他们救出来，把他们都放到粪坑里面，坑在粪坑来那个救出来。但这个这些其他照片太残忍，我不放了哈、哦，我就放这一张，他们是被救出来照相。来下一张，哦，感谢熊哥啊，接受教育。来下一张，照，来再走。哦，那时候有第八联队到台湾，有飞机飞航联队。来下一张，还真是那时候小朋友画画的照片。哦，我可以找那么久的哦，我跟大家下一张，来再走。哦，第八联队来再走。哦，飞机，你看，来下一张，一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那个菲律宾马尼拉啊，所以台湾台北市的都出来哦游行。来下一张，台北市的尼娜，下一张啊，那时候哎，这一张是另外幼稚园，刚才那是幼稚园老师带园游会啊，这个是工会堂，工会堂今麦给我讲，对啊，你看中山堂邱西郎，那不是去的，那时候是台北市民每一人搞一块啊，把这个台北工会堂去的哦。台北市民在日本时代就起来，啊，他们现在把那个好名都变作他的，什么中国石油也变他的，根本他就没有那东西嘛，什么中船中油那都不是他的啊，那日本时代的日产啊，把你换一个名就变作他的，笑死了啊，名每一个街都给你改名字。来下一条，下一张，哦，这个公卖局嘛，哦，很漂亮的建筑。来下一张再走，那时候是温泉啊、哦，北投温泉。来下一张走，这里是哪里？猜猜看。不是啊，你总统府那里选庄呢？不是啦，拜托。啊？啊？没有，台北医院，不，台大医院，台大便宜啊。那时候有人说这是欧洲，不是台大医院。来下一张，啊、哦，军乐队。来下一张，搁照。哎，这就是三山路，我们唱的台语的台湾的歌，三山路。哦，对对对，这样，有一个三线路，就是快车道、慢车道，然后中间种树，三双楼。来下一张，就树叶哈。啊，这样，我们以前的棒球队就是这样子啦，什么什么什么胡说八道，什么红叶拿石头打石头用球击，那是有难民搞出来这样呢。那我们在1919年、二几年就这样子了啦。你看我们的棒球队是什么？有戴帽子的哦，有制服的哦，有手套的哦，有球鞋的哦。就叠书又有腰带，你看都不一样，还有队旗，还有教练、经理、棒球棒，那是有流亡政府嘎嘎咱台湾人在给什么红叶，才不是红叶，我们老早的日本时代就已经棒球队就很强了。那台北市的哪一个棒球队？我上面有写，是华山的吗？华山棒球队，哦有哦，哦，哎，那时候台北市的国小是互相打棒球，已经有那个。连队这样派来办，哪个学小学跟哪个学校对打了？来下一张，我上面真的没有写吗？有，念一下好吧。华山国小对南门国小。哦，华山跟南门对打的，然后最后合照啊、哦。来，那、啊、这是什么？台北市公车啦，一准一经有了啦。台北市公车一准有啦。好了，下一张。那时候是台北车站，最早这个还不是你们小时候看到、哦，这个在之前的日本时代的台北车站。来下一张。哦，那时候台北神社都、就是在圆山上面。台北神社，来下一张啊，草山旅馆啊，下一张，一尊那是什么？建中的学生呢？那地方叫建中，一尊叫台北一中。你有看真派哈、哦，帝国的那个高中第一高中的那个架势，不会像现在建中那么陶冶的，读册读到拢安尼翘骨去啊，大近视眼。你看，人家那时候连剑道啦。橄榄球啦，足球啦，来下一张，不一样了，这是哪里？欧洲？不是啦，馆前路走到底啊，叫台北博物馆了，博物馆了，火车站桃井是馆前路走到底，就是这个，那时候就 key 这样。来下一张，再走，走快点，我们走快点，哦，衡阳路下附近，来下一张，走快点，哦，空照图，哦，来下一张，我们走快。这不是最近的照片、啊、我这是日本时代的照片、啊、来下一张走快点，那时候来放大，这是 Life Magazine， 我不光是那个、哦、这个是生活杂志，美国生活杂志上面照的台北车站那边，有帅不、哦、你看那时候人穿的衣服好像欧洲一样，女生穿的好漂亮，身材好，你看穿大衣欧巴，然
来下一张，那是过去的台湾啊，拜托，这是中山桥，叫马英九拆起来的，这样弄得那边路线乱七八糟。好，来下一张，新公园啊，一准都有了。下一张，走，我们走快点。后来的台北车站，就是咱今嘛这个经济的，就是这样的。来下一张，哦，这个迪化，对，刚好迪化街。下一张，来，我们走快。这个是什么？在公会堂里面办什么国标舞比赛了？哎、欸，你不是一九二几年生的台北的国标舞？你看来这人的穿衫袂输恁今嘛的。那时候的台湾人是安尼啦，哪是被难民弄到那么乱七八糟？以前就是这样子。你看他每个人穿的有舞鞋、西装，你看，哎、欸，我今嘛在讲一九二几年、三几年的台湾呢、欸？拜托哎，快一百年前台湾都已经这高水准了，在台北公会堂都因公会中山堂来对头，现在跳舞啊。那时候我们生活水准是很高啊，办的是万国博览会呢。来下一张，那时候、哦、打橄榄球都是有穿制服，不像我们现在随便穿个内衣就要出去打球。来下一张，他练橄榄球。来那时候，来走，这是哪里？铁路局的旅馆。来下一张，来这下一张，那时候、哦、挖到石油，那时候是新竹车站前面。来，我现在开始走全岛哦，来走，台中啊，那阵都有了啦，不是后来去的啦，日本时代都有。来下一张。那时候我们的 大日本帝国军官到台中港的时候办 party， 你看，哇、哦，吃西式的那个西餐，还有那个很漂亮的小姐在那边服务，你看每个人都很有气质，你看讲话都是就一样子的。来下一张，这是哪里？台中的绿川西街了，基本上乱七八糟都是招牌了，绿川啊。就是这样啦，以前很漂亮，他们叫做小京都之称的台中啦。来下一张，都像欧洲啦，台中的空照图。来你看都市规划你就知道了。来下一张，日本天皇来台湾的时候、哦、这边有欧洲的，有美国的，有法国的，有苏俄的那个将军在旁边陪同。来下一张、哦、那时候就这种车了、哦、再下一张再走、哦、来台中州的那个州厅附近。来下一张、哦、台中青果合作社。哎，日本时代一九二几年，青果合作社，你看大家穿衣服，哎，即马比起来嘛袂输呢。无人伫做嘛嘉宾人啊，穿衬衫，也卖水果，唔是啦，很尊重他的职业呢。来下一张，好、啊，三算，台中的三算了，有小京都之称。来，再走，哦，台中州厅，有吗？我是有，好，来再走，走，我走快的，台中火车站走，哦，来走。啊，那时候那个江南大郡起工当天的照片。来下一张，再走，来再走。啊，陈木啊，这江南呐、啊，加农加农，哎，那时候棒球打到甲子园最后 final 就是这个加农，那时候棒球队就足强。来走，再走，啊再走，台北市我在走到不同地方，哎，这到哪里就随便就赶快提醒我了哈、哦。嘉义神社啊，对对，哎，哦，有人知影呢，哎，再走再走，来。啊，这个是彰化水源处，对吧？水源处，哎，那看在做最后水源处都集很干净的水才会供应给每一家哈、哦，自来水。好，来下一张，啊，这是哪里？来这种台南州厅哦，刚才那是台南州厅，这是台南，台南。来下这种，这下，对哦，台南女中的啦，就有气质的啦，以前毕业几年就这样。来这种，台南老阿楚啦，哦，这种。台南车站，来再走。台南神社，再走。哦，一直啊，海军、陆军、天龙白。哦，来再走。高雄啊，这高雄的河，来再走。哦，高雄那边糖厂，哦，来再走。高雄糖厂，塔靠，有没有看到日语？塔靠，掐站，来再走。嘿，好像是现在的照片哦，再走。来，这是高雄那边的软式棒球队。哎，我不是刚才去丢呢。我有贵啊，十张的棒球的照片，他们都集合做，全台湾各个地方都有棒球队在那边打的呢。嘿，就有历史了。再走，再走。以前高雄港哎，都已经有这种架了，不是他们苦力在那边背东西呢。拜托，来再走，来再走。哦，寿山下来再走，我们放影片了哦，准备放影片。那幼稚园什么幼稚园？在哪里？凤山。凤山幼稚园。圆游会，你看日本一九二几年的台湾是这样的，你看小朋友穿衣服，来再走。高雄水产试验学校的学生在办 party 毕业的时候，来再走。
啊，屏东那边的部队，来再走，再走，这是澎湖的鹅銮鼻，清朝被浪冈一阵把鹅銮鼻给毁掉，日本人重建起来的。来再走，啊，那时候出去郊游，开车出去郊游啊，日本时代都是这样那样了。再走，每天穿着都很有，来再走，再走，啊，屏东上空，来再走，屏东车站再走。哦，屏东产品试吃会，哦，做便当试吃会，来再走，你看每个人穿的衣服，来再走，屏东妇女会，你看每个小朋友打扮的好漂亮，你看有穿和服，有穿西式的，哦，哎，还有戴这种帽子，哎，小朋友每一个都穿得很漂亮，表示什么？父母亲也会穿衣服，才会帮小孩子打扮一下睡，哦，来再走，来再走，好，我们放影片好了，我没有那时间，来放影片，来放，一边照片一边走，一边准备放影片。好，放大，然后电灯把它关一下。会给台湾，你看，把声音放出来。你看，公车一辆接着一辆，你看，台北市的状况，穿和服，你看，又看，哦，棋盘式扩张开来，可以弄点声音。宽广路上人车分道，你看，哦，丁阿卡就是指这个哈，哦。天にも白つく雨の日にも傘や高げたの必要がなく街を歩ける鐵路旅館哈，理想的な人道であります。那招牌啊，对。啊，那时候全岛铁路都通了，包括东边、西边了，哦。市内の交通機関として市営バスがあり、タクシーがあり、人力車があります。没有 taxi 哦，那都人力车は大変人力车、taxi 都有。盛んに利用されています。また台湾には騒音を立てて走る、あの不愉快な電車はありませんので。自然に静かな快適な街となっております。都是靠左开的，大日本帝国都是靠左行驶，就是那个桥嘛，中山桥，不不不，那个神社前面那个桥嘛，昭和什么桥嘛，哦，对不对？台湾神社は台北の北端にそびえている天壇山の中腹にありまして、この神社は大国の玉の御事、大国主の御事、宿儺彦の御事、それに北白川の宮、吉久親王殿下をお祭りしてある、寛平大社でありまして、病死的台湾鎮護の神社であります。建坛的那个庙，可以稍微走快一点，它有可以速度的。建坛寺啊，在士林树林那边。台北公会堂啊，它还有博物馆，你看不去吧？哦，博物馆。大家都这样很悠闲的慢慢走，台北放松，就台北微电台啦。他那时候两种语言，就台语跟几语，两种发音。植物园，全都听。很难想象啊，建设这么好的地方，就让人糟蹋了那么多，而且被丑化，建功神社。植物园附近，建功神社。哇，还短。
漂亮啊，在街上人力车，台北市内の公车人力车大道亭が万家本島人の居住者が多く、中でも大道亭は本島人の商業区域で米茶の取引の中心となっています。这里就比较偏向于以前清朝那时候还没有转化，台北市大部分都改了，但是它还是保留几个它勾在一起，所以这样它异国的中国文化应用它前面的大道亭遐附近，梨花街遐附近，所以你看内地人都又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它没有要毁掉你的文化，它还是保留，还是让你慢慢改，你自己会做选择嘛，你改也酸点嘛，那还是只不习惯的。中国的东西都在那个时候跟刚才是对照，很强烈的对照。新店啊，这边可以走快一点。継承の地でありまして、県警の清流は乱を祈願はそびえ立ち石壁館の継承を作っております。新店，看看他来不是要改变你的地貌哦，他还是维持你原来的漂亮，做一点点的修正，就像现在怎么日本怎么建设一个 landscape 一样，激流に肝を冷やして、どこへ流れているんだねと聞けば、台北市に沿って流れる淡水川であると答えます。哦，那跟桂琴一跟九一跟第二那个。台北市を流れている淡水川、遥か彼方に見えまするのが七星山であります。哦，路灯，你有没有注意到？它不是只有路灯都弄好了。哦，我们在看建设是这样看的，看细节。哦，温泉地貌第二组，来走，走快一点。大屯山公园预定地啊，那几个国家公园预定地那个设好了。北投温泉。北投温泉。日本时代一直没错啊，你今麦去北投嘛是看到日本时代的痕迹哈。要去底了，那个好漂亮啊。非常に繁盛をしている温泉であります。20年の歴史を持つ淡水ゴルフリンク、もないちの高尔夫球場、淡水高尔夫球場、帕格洛夫啦，有没有看到？なかなか優秀な日本式的，只是那啦，没有像难民那样，把人冲到边上，你看都穿制服，很漂亮，高尔夫球水准的。新竹车站，北部台湾中最も古くから開拓され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その開発は遠く約300年の昔から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そして新築はかつては北部台湾における文教の中心地でありました。现在只维持清朝时候盖的那几个城门，他那砌的了，村内他没有做什么建设。軍艦島が主なるものでありまして、另外街道都弄起来。その他鉱山、畜産、林産等もまた豊富であります。特に石油天然ガスは集荷したところにあり、OK、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看再接下去有没有还有多少？昭和あります。哦，畜牧业各方面他们做到统计哦，有马也引进了哈、哦。OK， 好，我们站来电灯亮一下。好，我们今天的课上到这边，好，谢谢大家。各位同心哈口休困啊，我靠，也当用餐啊。然后下午有拍识别证的请到我这里来领。然后新竹州萧伟廷、陈春田、陈胜浩、高沙林、苏云、高雄蓝炳阳，还有台南詹义豪，请在6:30的时候找工作人员拍照，谢谢。